汤林国际集团小林开讲。更多影片请看贴文串。大家好，台中小林哦，刚刚在台中奇美这边找一个客户，这个客户是我很好的朋友，他跟我说啊，现在的外劳跟以前的外劳怎么差这么多啊，动不动就要跟我反映什么样的事情。我们今天来讲讲不适任会不会需要一定得转出。小林这边告诉你一个方式，我们只要帮他设定课表，针对我们所谓一开始使用或者是没有使用外劳的雇主，我都会这么说，你只要把他的工作内容一天下来做了什么样的事情，几点做什么，帮他写下来之后交给小林，小林这边会做两件事情。第一件，帮您审视里面的工作他能不能以外劳为胜任啊，或者是说要怎么样调整比较好。第二个，时间，今天我们可以让外劳知道他之后要做什么事情，预先给他做准备，当然就不会有什么样子的问题。再来，台中小林有一个特点， Because I can speak English， 对于菲律宾的人，我可以直接跟他讲你们课表里面的问题跟内容，多好。以这样子的课表下来运行是最安全，而且最能够让外劳能够稳定，避免造成所谓人生地不熟。你要想嘛，外劳在国外跟我们在国外一样啊，要好好保护他哦。小林今天到这边，拜拜。移工找康林，问题问小林，请留言按赞分享。